好，今集不如打呢个超三达哥啊！啊，超三达哥，咁啊，佢系几搞嘢啊？佢呢个第一次出，冇记错，好似系第一次出啫嘛，国际版。啊，但系佢第一次出，佢系直接出埋技术性嗰张都有 set 觉醒啦。正常 set 激战呢啲第一次出，通常都净系限定嗰张有 set 觉醒住嘅啫嘛。但系佢唔知点解，佢依家系。直接第一次佢就连技嗰张都可以 set 觉醒咯，咁但系呢张非限定嚟噶嘛，系咯，好奇怪，通常都系第二、第三次出先至会再有咩噶嘛，唔知系咪为咗赶进度咧？啊，不过佢其实咁样都冇所谓嘅，反正系咧，一次过一次过打晒啲徽章佢，一次过觉醒晒佢，仲好悭翻时间，唔使等佢第二次啊。超三啊！要用翻超三去打，咁今次呢个啊特别啲咯，佢系全个极系就打唔入，跟住全个超系所有属性都打入咯，只系超三噶嘛，啊，咁好彩地嗰阵时无意之中中嗰张巴达克，嗰阵时冇谂住抽佢啊，但系唔记得咗喺边部机度又俾我连中咗两张啊，系咧直接开埋一条路添啦。咁啊，好彩地抽中嗰张队长，跟住又好彩地啲队员都基本上齐晒咁滞啊！啊，超三队员啊，第一世代嗰张啊，仲要系彩星埋，咁啊呢张 V I P 啦，黑埋属性啦，又有埋 set 觉醒，咁啊同埋呢张都已经算系相对地比较容易攞到嘅一张限定角色，第一世代。可以用红龙石换添啦，后期都已经送咗几次红龙石啦。正常嘅话，应该至少都有一两张啦吧。如果你老玩家嘅话，除非你真系自己极度唔好彩，完全抽唔中，跟住你一粒红龙石都冇去换啦。如果唔系正常嘅话，应该都会有一两张嘅啦吧。即系如果你唔系特别讨厌超三，又唔系特别唔好彩的话，跟住呢张又系。咁啱又彩星咗啦，GT 嗰张超三唔通啊，唔知点解中得特别多啊，咁啊两张又系捉属性，两张彩星嘅，咁基本上我用呢两张就去打佢就好鬼轻松啦，基本上秒杀咁滞啊，跟住又中埋呢张啊，呢张又系佢又系属于超三类别嘅，因为佢其中有一个阶段就系变超三啊嘛。啊，其实呢张睇翻都几屈机嘅呢类别，因为佢变身，每个阶段，唔同类别都可以齐晒咁样啊，有埋神之元添啊，因为佢后面会变红神同蓝神，塞埋呢张，跟住塞埋呢张啊，天使懵啊，呢张嗰阵时又一下子中多三张，跟住依家开三条路啊。咁个输出都几高下，开三条路之后，搞到真唔知黑丝啦基本上都差唔多系全限定队咁滞啊，全限定队咁滞，系咧，除咗呢张之外，咁所以今次呢个对我嚟讲系好鬼轻松咯，因为我啲卡齐晒咁滞，基本上差唔多都秒杀。即系，巴特克挡一挡啊，一粒好过冇，咁样啦，打唔到十一气，唔紧要啦，应该都打到大半血噶啦。同埋今次个选择性都比较，即系队长个选择性都比较多啲。就算你冇巴达克嘅话，你都可以用其他几个角色嚟做队长都 OK。譬如可以用变身悟空做队长，虽然三围就加唔到八五，但系都有12%。咁佢自己都有个超三类别啊。跟住组个另外一 team 出嚟，或者直接组 team。纯速队其实都 OK，个人觉得啊，
一定话要唔一定话要有小三巴达克做队长咯、啊，啊，等先啊，系啦，即系起码唔会话冇一张队长卡就完全冇机会打咁样咯，有其他队长卡可以取代咯。好，搞掂啦，两个回合差唔多咁上下啦，五张限定全部开晒路咁滞，冇难度，齐咗卡之后，如果冇巴达克嘅话，因为反正其实佢超属性都打得入㗎嘛，所有超属性都。好有照黐巴达克啊！冇巴达克嘅话就可以，因为佢咯，佢做队长啊！啊，超系，跟住又超三，跟住就可以塞多张，塞多张。不过超三本身都比较少选择。虽然队长呢度可以好几张转嚟转去，但系本身队员嗰度少啊，系咧，队员嗰度少选择，即系如果你冇呢张嘅话，就可以用呢张嚟取代咯。天使悟空、天使超三，系啦，嗱呢张都有平民队员嚟取代啊，跟住可以揀呢张咯，系啦。即如果揀唔到，如果抽唔到呢张嘅话，可以揀呢张咯。呢张易中啲啊嘛，呢张 SR 超一巴达克 DK 上去嘅啫嘛，系啦。咁可以揾佢嚟做队员咯。咁速属性啦，反正都啊，跟住唔啲厄斯嘅话，厄斯嘅话，一系揀其他嗰啲咯，揀呢啲 GT 悟空嗰啲咯。虽然都系要抽翻嚟，但系佢机会点都大过你啲限定卡啦。其实都 OK 嘅，全体加攻加33%，不过冇防御，小心啲啊！再唔系呢啲咯，支希比达嗰啲啊，起码有攻有防先啦。攻防兼备啊！啊，呢张之前中嗰张攻防兼备，但系佢体属性唔掂，俾佢打到閪咁黑属性，系咧，一系拣翻呢张。打翻技嗰张系啦，不过我已经 set 觉醒咗呢个依家呢张，都冇噶啦，冇咩平民卡喎，超三系，超三好似系得张悟空有一送翻嚟之外，其他都冇咁滞啊！保叔叔啦，但系黑属性咧，冇理由揾呢张就系打噶，俾佢打到閪咁。呢张咯悟空咯，冇啦，好似就得两张系平民卡，都冇机会用到平民队打啦，根本组唔齐。最多用非限定队伍咯，相对地比较平民啲嘅队伍啦。超三悟空我要换呢张咯，因为非限定嘅，系啦。老玩家应该都有嘅，我都有张彩星咗啦。彩星咗之后，仲要多多张出嚟。拣多张比达咯，一系咧成天飞限定啦。除咗队长之外啦，系啦，除咗个队长之外，队员就基本上全部飞限定啦，应该够打吧。应该都够打吧，系咧。可能有啲危险啊，即系阿边个佢要小心啲咯，阿悟空要小心啲咯，冇防御。
系咧，其他嗰啲都有防，其他嗰啲都还好。啊，呢张啊，呢张要小心啲啊，因为我极限 set 觉醒咗佢先有防御啊，未 set 觉醒之前系未有防御啊，冇100%防嘅，呢张要小心啲啊。除此之外就还好啦，系咧，好似爆唔到个被动，算啦，冇所谓。爆唔到被动啊，爆唔爆必都冇所谓。应该都痛啊，打埋佢。啊，都有130,000，嚟到嘢。嘛，始终唔黑属性又唔系限定，系争啲嘅。虽然都已经彩星咗，哇靠！90,000血，爽。同埋，毕竟今次呢个 set 觉醒系限定卡，所以个难易度都会难打啲。啊，爆埋！同埋超三对五有个最大嘅优势就系唔怕唔够气用。基本上所有超三都有呢个短期决战，直接加三格系连锁。但系唔知点解好奇怪，系将技嘅超三比达系冇短期决战咯，好奇怪，唔知点解。反而力属性嗰张咧，即系限定嗰张咧，佢又有短期决战噶，系技嗰张冇啊，好神奇啊！正常超三系应该要有噶嘛。系咧，即系呢张啊 ，set 觉醒嗰支又都系冇嘅，系咧，冇短期决战，好奇怪都唔知点解。你啲全部有噶嘛？短期决战，超三本身就系一个唔能够长时间嘅一个变身形态嚟噶嘛？嗱，呢啲全部都有嘅，反而天使都有咯，反而天使都有咯。其实我反而觉得天使系应该冇短。冇短期决战嘅、啊，因为超三系佢死人嗰阵时练翻嚟噶嘛，系啦，即系用响活人嘅身上先至对肉体嗰个负担大，所以先至唔能够长时间变身啊嘛。但系死人状态下嘅悟空变超三系冇呢个问题噶嘛，系冇嗰个即系个肉体个负担冇咁大 啊，所以其实应该系死人冇咯。但唔知点解呢张比达唔系死人，但系佢又唔怕话有短期决战咯，好奇怪。啊，你呢巴达克嗰啲全部有嘅，啊 G T 嗰张都有嘅，冇记错，诶啊呢张都有嘅，系呢张冇啦，呢张要等佢变咗身先咯，系咪先？有乜睇佢变身啊？好似冇得睇啊，诶依家冇得睇，冇得暗入去睇，咁啊算啦。我记得佢系变咗身之后都会有短期决战嘅。所以就有啲奇怪，唔知佢之后会唔会修正翻，系咧？好，搞掂。都还 OK 啊，系咧，都还 OK。咁啊，如果你连嗰张变身悟空都冇嘅话咧，咁我谂就真系要组添速队先得啦。咁啊，70好似低咗啲喎，都系拣你啦，系啦。如果你连呢张悟空都冇嘅话咧，咁啊只能够只能够咁样啦，因为咁佢嚟做队长咯，70%应该还够打嘅，啊咁样啊，即系假设你呢张都冇嘅话，就睇先。
超男啦、啊，起码有公有房先啦、啊。拉格斯两条以上先咩喎？算啦。九子天津饭，比克攻防。跟着比克啦，跟住揀多张，有咩好用呢？好似冇咩好用啊！呢张啦，减伤，直接减伤，系啊，咁样啦。一张限定的纯速队，应该勉强够打吧？我唔输话未试过呢添，可能要睇下好唔好彩啊！留你哋两张啦，啊，反正你一打唔入噶啦，留翻俾个包。打唔入噶啦，算啦，唔好打啦，留翻啲猪。哇屌，仆街，争咁远，减伤50%都扣20,000+基攻，跟住我打佢直情打唔入添啊！争个超级杀人三个类别争咁鬼远啊，真系。我屌佢咪40,000+话，真係要速战速决，我唔係讲笑。65,000+，睇下先，四好，比克唔使爆啦，反正都后面都冇攻击，如果有攻击嘅话就爆招必加多30%防顶一顶，反正冇啊唔使理啊。哇！哇！问水问水，有啲问水，始终个队长技唔够高，争啲，知挨唔挨到嘅。好，掉走张勇者啦，要5554咁你顶啦，系咯，再爆，乜都唔惊，明啦，唔好最尾一弯嚟爆 B 啦。唔系喎，有机会喎，有机会喎。打你！喂，仲赢到，仲赢到。啊，还好，还好，还好。但系起码都至少有一张限定嚟做队长咯。啊，超三悟空，变身悟空，超三巴达克。至少都要有一张啊，系咧。如果唔系嘅话，都应该都几难搞，系啦。好啦，咁今集就玩到呢度先啦，就下次再见啦，系咁啦 ，see you。